宝贝，我们吃个冰冰凉。冰冰凉，不甜，不甜。一有点冰舌头，但是太美味，奶香奶香的，真不错。怎么感觉有人看我？爸爸不是要抢我雪糕吧？我还是加快速度吧。我咬，我再咬，馋哭你，哈哈。夏天到了，快给你家毛孩子安排我的同款冰冰凉吧，但是切记不要贪嘴哦，记得关注我哦。你过来干嘛？可以又吃是吧？啊，换一个技能，换一个。这个不行，谢谢，不要谢谢，谢谢。正经一点，正经一点，谢谢。正经一点，标准一点，谢谢。再一个，谢谢。这不难搞啊？还想不想吃？想不想吃？想吃，谢谢。下一个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好，可以，过来，给你吃一口。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不了，拿走了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哎，拿到给你，气死我了。别笑我，谁敢笑我啊？你神经病啊你！不吗雪橇？摸米粒？好摸摸你啊，摸摸你啊，摸摸你那么脏，好摸摸你，摸摸你。你什么表情？来，猫猫米粒，米。适应了独宠的生活，接受不了新伙伴，俩人一个在楼上，一个在楼下遥遥相望，一接触就怂了，不敢玩。这个小泰迪小妞妞。特别想跟他玩，可是布丁就是不跟人家玩，太高冷了，习惯了独宠了，小宝贝，你得学会接受新伙伴呀，毛毛霜。不错不错，味道好极了，用我们美国话叫歪蕊骨的。美丽，爸爸拍照。哎，好，上到床上拍一个，摆个姿势，摆个姿势嘛。哎，好棒，来谢谢，谢谢，来谢谢。哦，干嘛呢？咱们也到床上拍照，到床上去。好了，好，好，不许动。啊，生理期要干嘛？哦，要穿这个呀。妈妈问你好，如果你觉得要穿就谢谢，不穿就装个死，好不好？哦，要穿是吧？好，那米粒会不会先会不会装死啊？你表演一个装死。
你给表演一个装死。会装死啊？哦，会装死是吧？怕不怕？美丽爬到床上去了，美丽怕、啊？哎呦，怕不怕神秘？米粒是小调皮，打他打他打他，不给啊，小米，他经常欺负你哦，打他吧，他经常抢你吃的还咬你，你还护着他，小米啊，还护着他。我们来分幼幼吃啦，这个大幼干给谁先吃啊？妹妹先吃是吧？好，那这个小的呢？小米吃少的呀。嗯，好乖。幼幼放哪里？幼幼放哪里？好好，放这里是吧。这世界傲慢是高，一顿不吃傲慢的话，跟我一起科学饮食，身体变得越来越棒。有毒，有毒，有毒，有毒的，真的，妈妈不骗你，有毒啊，骗你的，妈妈错了，给你吃。留一半相思上的灯，怕什么天道轮回，什么破塞文碑，若没有你那才叫可悲。来，美丽，这两个选一个。选儿子啊？不用选儿子，儿子是你的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选一个。你吃小就好，不贪心啊。再选一次，再选一次，再选一次可以吃。妈妈说可以吃，这一次选一个。从早上九点找到现在，我一口饭都没有吃。啊、今天那么冷，你混蛋玩意儿，你自己出去都不知道家在哪吗？为什么不知道回家呢？我找到你的时候竟然在那里蹲着。画画的贝贝，画画的贝贝，奔驰的小野马和带刺的玫瑰，我说不开心也拍手拍走伤痕累累，勇敢送。小米，哪个是一百块？告诉妈妈。哎，好棒！到米粒来了，好、啊，到米粒了。米粒也告诉妈妈，哪个是一百块？你不会是吧？
个妈妈米粒，哪个是罐头？哦，罐头你就会啊，啊，不认得钱是吧？只认得吃的是吧？出来吃货，这是罐头啊，你确定？这是罐头，就是这个，是不是？米粒，去跟大顺拍个照，抱大顺拍个照。哎，对，抱近一点。哎，好棒，好，上沙发拍个照，这里拍一张上沙发，好看过来。哎，好棒，换个姿势，换个姿势。哎，这样也可以，好，可以了，过来。